万大市场啊、滨江市场还有淮南市场里的哈，有一些感染了哈。我准备了大概10000剂的疫苗，你知道哈，我们会把这些批发市场哦，这个礼拜没有打完的哈，下礼拜1、2、3、4会全部把它打完的哈，全部照册。那我们也会放宽的哈。刚才讲过哦，那个你说一张什么承销人的牌照，哦，他讲说他有4个工作人，那不要紧，只要照册我通通都处理。我准备，我们现在把剩下 AZ 疫苗哈，大概10000剂，你知道哈，就全部来处理这些批发市场。既然中央在苗栗有经验，你知道哈，我们会找王必胜来帮忙哦。